嘿嘿一笑。因为个。我有点不太往敢往那边看，我感觉我支离破碎。哦，哇！其实还是没天线感的。好了，这是一位老师作品，是我对吧？掐他耳机，我来了。一位哥，有没有想到中戏那个厕所门口的门？OK 吧？好吧，来吧，你们投票吧，你们觉得谁的更棒？一位哥是绿色，好不好？头发是红色，没人。你们全都处女座呗，都不喜欢这个呗？好的，那恭喜一位哥赢得这个 PK 的胜利。来，刘哥，这个桃花币，这个我会收好的。好，感谢您，感谢您。您姓名周一维，数据加载中。公公要杀谁呀、啊？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。数据加载完成，一位哥，我们能不能进一步交流一下？钱一下。哦，聪明的人类。好的，谢谢一位哥。一位哥，我觉得你很痛苦啊，现在。多说感想呗。不容易。这个行业不容易。目标，发现目标，目标，王苏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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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很难受吧？王苏龙，好，王苏龙你好，我是最新的聊天型机器人 ，Chat。227，感谢你的配合，我跳得很好，请坐。说句话吧。大家好，姓名王苏龙，数据加载中。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。还好吗？不太好。我好难受啊。发现龙哥最近在《赶路日记》里。打造一种全新的舞台模式，我与他为能换个主持人吧。